你讲，要不是你老公把你要了，没人，你嫁不出去的。我跟你讲，像我这样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滚吧你，把你的世界给你拼成这样子。为什么要那么贵？你告诉我，这是黄金吗？还是帝王绿？啊，你抢劫吗？还是抢银行？这还真的是帝王绿，你自己好好看。这个是18K 金的啊，真金真钻，豪华镶嵌的，确实人家这个达到帝王绿了啊，小地色，豆子的形状超级好，很匀。这个卖价。不要打那么高的价钱，行不行？卖价1万5，吓死我！你真是的，你个女疯子老板娘，真的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了。帝王绿呀、啊，帝王绿也要那么贵吗？你要帝王绿，你要分大小分尺寸嘛，对不对？你家的帝王绿这么一点点要那么贵，那要大的话要多少钱呢、啊？还这么一小点，你还真敢说？长大了就不得了了啊！对呀、啊，这个颜色好看，这个颜色是满的，很干净，很干净，太小了。送给我吧，一个敢说一个敢要，真的太贵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卖给人家没人戴，我跟你讲，你拿去给我戴吧。你们不是要回家过年了吗？对不对？品质啊，我是那种乱叫价的人吗？真的是，是你是那种乱叫价的人，真的，真的。你不要，真的，你就是那种乱漫天要价，我要就地还价的那种。不想跟你说话了，这个签数有没有机会？签数没机会，怎么可能啊？两个啊，这个6000块钱，这是正色正料，颜色超级的好，很干净很干净那种，6000块钱，这很正很浓啊。哟，我的天哪，你算上这个18K 金算下来，像金钱的话，这么多嘛，对不对？来就给这样子，你看一下，来吧，差不多了，6000，真的。啊，你别睡觉了，你起来。我真是服了你了，这一下午的。可以了。现在白月里面都不爱，全都是要这种18K金镶嵌的。你看看现在老板娘家镶的全都是这种18K金重金豪华镶嵌的，这些的话全都是一些特色的挂件，豪华镶嵌的，有品质有质量的。我的天哪，跟你人一样的，不灵不灵的，水汪汪的，貌美如花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好好看，行吧，6000块钱可以了，买断，现金。刚刚都给你开了一个20000的，你还不行。你走吧，你别买了。我去哪里？你告诉给我，我就来出来买货。你不出来卖，你还卖啥？我不卖你行不？那可不行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快点，行了，那钱，我给你转钱过去。你算算吧，小金钱才多少钱？真的是。我真的等一下会。人家的帝王绿又大又绿，你的这个又小，就是小，但是很精。不小得多少钱呢、啊？不小不得随便都得过10。哎呀，下次再多买一点，6000行吗？不要转，我留着自己带。你自己带太小了。够了。快点过去了，不要转呐、啊！不要老是这样子。6000，收钱收钱，收收收！不要转呐、啊！快点，口是心非的女人，公主请收款。来，钱收了啊，6000，收了啊，我不管你，你自己心甘情愿的，钱你收了，就这样了，老板娘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老板你快走吧。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这一对是18K金，真金真钻，豪华镶嵌的耳包款，它是带坠子的哦。它的这个豆子虽然个头不是很大，但是它很金，颜色的话达到了帝王绿啊，品质是真的非常在线。如果再大的话，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。但是这个镶嵌，人家老板娘肯定也是镶了不少钱的，因为很重很重，而且颜色非常好，很匀，豆子的形状也非常漂亮。关键是6000块钱买的，喜欢的宝宝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